劝各位大德要心存善念，莫要杀生。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那么要是普通一般人，覆盖三十米香之一呢，刚床十香也是三十米香之一。覆盖什么拿来退出来哈？来伸出来啊，全场面加散。什么伸出来？双肢发肌都要压头啊，压头的发肌，规则面可以加得实。哦，你看这什么有几发的，就太一长哦，一有圆呢，啊伸出来可以把全场面加的。要么有按哪个记载呢？释迦牟尼佛开示的时候呢，无意中就不认识那么多，有没有原因呢？有一部论坛有讲，讲释迦牟尼佛开示的时候呢，有一次，已经到了真多国家都信佛了，有一个恶国、邪国的，该国的人呢，本来跟外头控制的、强制的，不会信佛啊，佛也不是多个必须土法，哎，国是天色，人中也不算多。但是佛跟我都讲话，印度、安多、泰国、西国都信佛了，只有两一个西国的模糊法，啊，你无人玩呐，有缺点。所以佛就受人的劝，要求啊，就发心嘛，多了个恶鬼了，而且突发众生。那么佛途中的第一步啊，就是去脱八缺失，脱八缺失了去戒人，就是第一步的方法。那么也就是很显不光啊，俺没有死没有瘾啊，耳朵没有关系呀，脱八了，哎。一个风尚传到两个恶鬼的社会里去呢，这条外套啊就太卡住，向国王要求讲，没有子没有女啦，世界会不会脱发咯？太卡没重养子，那重养子啊吼，他就会被突袭哦，他就会变成佛教徒啊，也种挨了其他的宗教就会没饭吃。所以国王也信外套，就谈外套，该发讲就下令啊。讲没有事，没有你是家父，后来托办了，还有人拿去布施供养是家父哈，要发给五百金钱，五百个金钱等于五百两金呐。哦，何家发很多钱，他干嘛讲？那有很多钱都会发呢？所以今年哈，好多是家父来，他个上车关门。是家门，你可以多点在国内个街头巷里行呢，人人看到佛来啊，你就关门，门就关起来了。啊、太介绍巷行头嘞，都没人来供养。看到野人就关门了，做么个东西不很重要呢？不很发心，讲发的是，有没有发个五百金钱就没按多钱都不愿发了，不敢重要。明明看到分了心上重要，不敢重要。太介绍方行头嘞，行到后背个西方的去呀，没人重要吗？行个西方的去，他那个外套啊，有人人就该会见重啦，人人见重，看有人头重要么呢？人人雕像重要的头安尼干尸的。是这样的，我很多个后方去啊，仍然是没人重要了，都好人四米的时间，有一个五年啊，说做行后门行四米，你洗好那个米子水啊，我拿出来对后门打回来，我一后门要多个米子水，多多后门打开啊，是这样的，我多多行到去后门的门后方，那个五年从来不是看到佛，也看到是这样的，我个三十米上八十种好个庄严哈。哦，穷尽多刺激啦！让我有安装人么人，俺不是看到啊，也有看到人哪一只白孔孔没人重要啊，有没人重要，反正心肝真难过，心肝上个肝系样个啥？俺多长时间拿东西都重要，我比你看到一点不发，俺没钱都不发。俺迄个讲了个米就是重要，又按唔像洗米水，真做个为难的时节啦，不就有他心痛啊？你家心意，我想五年。
那中央啊不是哪个东西，就讲一个长等个洗米水就好。哎呦，是从哪里按垃圾的洗米水呢？又不怕你身心中央就有功德，那没办法啊，就讲把个长等个洗米水就多啊，不办法不就讲手机中央啊，讲手机个洗米水中央啊，一下对手机啊，你讲了呀哈，得到嘛个好哥哥啊，得到皮肌肤哥啊，样样啊哈，对手机。就他刚才有那个外头人人监视的雕像哪位看到嘞？看到嘞，看到哦，一个五人啊跳中央哈啊，还有副有对手机，副手机发几多都见中很多嘞，被躺到嘞，躺到嘞，瞬间几乎就麻烦。嗯，王爷大王一片人啊，嗯，那有我个秘制水本也是就有安泰的功德啊，喊你们得到其他的利益啊，都听嘛啊，他哈年纪几见挨麻烦啊，不想讲厉害你老几。啊，对嘛，当然都失去人格啦。所以几天嘛的时间，都杀马来伸出来，杀马伸出来，鬼掌面砸他的，鬼掌面砸他的，哦。个杀马伸出来，鬼掌面砸他呢。跟外头一看到都吓惊的，哦，你阿长一个杀都是好长好烦哦。啊，那看到阿你杀唔敢骂的，冇意思骂的。哦，要不是看到阿你个眼光杀马暗藏，伸出来都发指哦，鬼掌面砸他的。啊，那其妈妈咧点起来呢，福州杀马属于了，冇意讲吗？看昨晚时候按你问讲来大王你咯，用看讲个秘制水按你中央就得带其他一个国宝，那用按你个事情啊，干嘛个没大王你？用看俺们，呀上门我有一条书诶，青太条，嘿唔嘿有样？用这条书啊，书下可以装几多个茶诶？用这青太哦，500两茶就个书条下放1两啊吼，都唔会使到一条，按好啊。用看来上门，个书自己睇诶。树为个种子一胎，有个树子青色哦，像芥菜子蓝色，像个旱菜也蓝色，有个模样，你的胖胖跟人啊，个树安胎的，个树子有没安胎呢？有嘿，不啦，有样嘞，这个嘛你说有样嘞，个树子色色哟，种了一下你们就安胎了，有嘿呀，个树子安胎种了一个树哎，喊你们就安胎了，一地呀用个米就是就用个树子中央，喊你们得火锅包就用个树哎太条中央，俺那有大王你啊。俺那有几片人啊？也都是真实个道理啊！哎，跟我都没法我讲了。要讲个再像么人？伢个凡俗没有讲吗？婆罗门教凡俗有讲，讲人啊，三世是魔王你啊，善马神出了，杀将就多屁孔有样吗？嘿嘿，俺个俗话有讲，用看俺个善马神出了鬼将面砸他的，俺有大王你吗？俺大王你有按那个胳膊吗？没法我讲。哦，你还要说法太感人落了堂啊，结果呢弄靠犯罪啊，全国人都受犯了。那么有按那个记载可见呢，要思想讲覆盖色相啊，色彩很广很长，伸出来可以摘一张面啊，你连色相伸出来啊，莫讲我多鼻孔啊啊，多严重都恐怕会困难了，要那严重啊啊，一个鼻孔下来的啊，多最后那一条脚啊，个细脚诶，那严重啊。你伸出来都要皮夹吗？啊，都不容易多啊，何况嘛，每鬼上面砸色，不容易，那是思想。因发神佛，加个香火从人三十米相之一，刚从杀香黑暗的。天才的阿伟讲，蝙蝠三千太前世界，一个杀香伸出来，主边怪佛几次加所高发的怪度，三千太前世界，啊。三千太前世界为一佛所高发的国土，初三佛日四天下，二三佛日受前界，三三佛日中前界，四三佛日太前界，按你分出三千太前世界，想把那个世界四三天那可以分出来，一个四三天的范围哈，就一个三千太前世界。初三以下将一个四天哈，一个四天那就一小时间，二三一个小天时间，一天个小时间，中三三复一个一天个小天时间就一个中天时间，一天个小天时间那一个中天时间，四三归复一个一天个中天时间按了那一个太天时间。所谓三千太前世界就是一个太前世界的范围了，因为三四年前小前中前太前，所以我们三千太前世界啊，
安尼要分得清楚哈，唔系讲三千个太前世界，唔系安尼，讲三次年前什么一个世界，就安尼一个太前世界啊，初三复一四天哈，哦，你要研究这个高香的人哦，记得哈、哦，初三复一四天哈，过一个四天它的范围就是一小时间，二三复一小天界。你想归复一个修前世界，就是一天的四天哈，一个修前界。三三复一中天界，就是修前世界有一天的修前世界，就按照一个中天世界。四三复一太前界，一天的中天世界就按照一个太前世界了啊，所以不是一个太前世界为一准佛陀教化的范围。四三以下为一准佛所高发的范围，就有百一年一百一十小时间。要思想讲这个思想一个运神通要归复三天太前世界有可能，但是要理讲呢，就是一个法音主变。每一准佛设法的音上啊，听一个太前世界的众生一一读堂的多，三天太前世界那个众生都能堂到佛的法音，就按照出光从下想颠覆三千太前世界。要理讲法音主变，念念堂得到；要思讲也可以神战都归复太前世界。啊，说神是念，每一准佛讲的最实在、最神天的念字，就是讲实实在在的。啊，平常我的老人讲话讲，俺老实讲哦。嗯，一句话讲，俺老人讲的是老实话嘞，实实在在的话。啊。那就是现实讲话，你阿基巴还真该。下面讲话，祖父天赞这个西方疆土，说真是个言辞，神天真是是猜出为安呢。祖父读安呢讲，说真是言，言是以下呀，就会东方每一准佛所讲的话，啊，是讲嘛？你或者验证出来，不太个低。你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念你自己每一种佛高发的太前世界内啊，等于其他一切的众生，我应当而诚心呀，诚仰赞叹阿弥陀佛的不可以心思，不可以求你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的经典啊，意思就是说天陀一个本人的众生都要诚心呐、啊，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乡土法门，人人都应诚心。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经，就是了不起的题目，就是了不起的题目。所以玄奘禅场拿来浓缩说称赞乡土佛念书经，就是经济两句话。现在只讲反正阿弥陀经是因唐朝佛门啊神奇信心啊，所以不是称赞乡土佛念书经拿来称作阿弥陀经，唐佛门神奇信心的意思啊。陈阳赞叹不可以心思，不可以求你，不可思议功德的哦，该受生功德的阿弥陀佛的净土啊，也不仅为一切诸佛所护念，一切诸佛所护念品后面有解释啊，有黄光台的后面是真实经体意义，有解释这个一切诸佛所护念品。你看，就是说明我们东方世界每一准佛呢，如果各采一个本国行，可能有两种情况，一。老释迦不中央，释迦世尊初三摩世界讲阿弥陀经，东方乃至六方诸佛各个太极的世界上同一时间也所在讲阿弥陀经，也称赞西方净土。第二，佛家讲话是赞叹三摩世界释迦牟尼佛初来会讲阿弥陀经，那释迦牟尼佛讲阿弥陀经的法音主遍四方，一切众生都能听到。那么因此每一准佛呢牵头一本那个众生讲，你要诚诚相信啊，现在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所讲的啊阿弥陀佛的殊胜功德称赞西方净土的法门，你应当要诚信，要不听一种说法。那经文莫名说到底是每一准佛都在讲阿弥陀经呢，也是几个本那个众生常佛为神啊，人人能听到娑婆世界释迦佛讲阿弥陀经，那么因此每一准佛都牵头一观那个众生讲，你要诚信，释迦佛讲了吧，真真实实你要诚信啊。开体有两种情况的，两种情况必定有一种啊，
唔系玉皇祖佛讲个佛经嘅本观讲阿弥陀经，就系如果你嘅所有众生啊，常佛嘅唯一的都能听到娑婆世界是讲佛讲阿弥陀经。那么讲法观念听到唔只会升起信心嘛，所以每一个嘅佛啊，嘅两头嘅佛就告诉一个那个众生啊，你带他搞存心啊，应当个存心，三宝世界是家佛所讲的西方净土法门、念佛法门啊。同时啊，也劝导一切众生啊，你要遵守两种的念佛法门，最为殊胜，最为容易解脱。所以啊，十方诸佛同时称赞，第二位东方世界啊，每一尊佛一一都按来劝导一观念的众生，要诚诚相信西方净土的法门的殊胜的道理。也是东方南方以下的五方啊，文殊太的中央就不必细讲了啊，只是分明某中央啊，简单说明就可以做的啊。啊，下面讲南方沙利佛，南方世界有你一等佛名文广佛。佛对沙利佛讲，南方也有无穷无尽的世界，无量寂空中有无量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说法啊。比如有你一等佛，你一等就是三光，你讲一讲定讲，你一定三讲啊，就可以比喻真修中三地的脱离啊，也可以比啊一切之脱种子，一切种子的脱离啊。那么种子呢，一个光明啊，就是表示佛智，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佛智。那么明白这个脱离呢，第一个我们主佛呢，都是赞叹的跟念佛法门。所以有日月光佛、日月等佛啊，还有明文光佛、佛明普文十方，也有光明普照十方。太阳见佛，阳嘛就是光明啊。见比方人有两个见条，比以前身意志，佛有前身意志同时放光，为是太阳见佛。洗米等佛，一个洗米前面讲出有光明像电光中央，为是洗米等佛。无量精进佛要修行讲，无量叫来精进修行以至成佛。于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极觉出光常实相，遍覆三千太前世界所生世年你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供养经。一个文是老东方中央，呀那个就不是再讲了，前面东方讲清楚了，南方以下啊，要搞一些个出港常设相，一直到一切诸佛所供养经脱离中央，不必再讲，不是重复啊。因为呢，就讲到南方为止哈，佛号啊不必细讲，总是讲佛该殊胜功德啊。阿弥陀经讲到流通分来，讲到就放来啊，就快要放完放圆满了。各位善知识。阿弥陀经经文有三分、四分、正统分、流通分。四分正统分已经讲了，现在是讲流通分。按俗称的念佛法门，要流传于天地来之，利益一切众生，所以经文有流通分。流通分所讲的道理，因缘不出流通心、念、行三十样的意义。所以经文第一，教引佛人劝心流通；第二，如佛得正佛果劝人流通；第三，如佛转善劝行流通。现在是讲第一，教引佛人劝心流通。释迦世尊说了上面的正统分的道理，经验行的真义说完以后，十方诸佛呢，同时也称扬赞叹那个净土念佛法门。那么因此，第一是先劝心流通啊，引证十方诸佛啊，来劝导一切众生啊，如来诚心那个净土法门，努力进修。所以有那个劝心流通的文字。天心流通文是进场有三摊，前一摊呢
就是本是占卜功德，就是给我们三利佛以我今天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也就是本是占卜功德，本是释迦牟尼佛赞扬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功德已经完毕之后，现在要转云啊十方诸佛，两位经文讲六方，六方是包含十方诸佛呢，赞叹那个念佛法门，所以听一谈很多诸佛天性菩提，六方诸佛天陀一切众生应当的诚心念佛法门，同时抛出两部经的题目，经文上要六方诸佛讲，前面讲的东方南方，现在是讲第三西方，所以经文讲沙利佛，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同佛、太光佛、太明佛、宝相佛、天光佛，要验证西方世界无量诸佛，也这个赞叹这个强土念佛法门，要为演出西方世界的去准佛来讲，我们现在所住的地球的西片，你落实一个西片去，一次向西过去啊，有无量无边的虚空，虚空中就有无量无边的世界，所以西方的世界从我们的世界上去，经过十万亿的佛国，再过去就会去到世界阿弥陀佛的佛国，我们求往生的就是这个地方。现在讲的西方世界的祝福呢，从我们的世界过去，一直到西方，再过经过阿弥陀佛的佛国，一直过去所有无穷无尽的西方统统包含在内，所以才去到世界的多三宝中间的十万亿，去到世界以后往昔一次上去的无穷无尽的佛国统统包含在内，在那无量无边的佛国当中，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说法来度化众生，现在两位演出去尊佛呢来说明，所以佛对沙利弗讲，沙利弗呢，西方的所在西遍一切去无量无边的世界，也有无量诸佛呢这个赞叹念佛法门，第一尊就是无量寿佛，呀，无量寿佛呢，阿弥陀翻身中国法也有无量寿的意义，但现在的一尊佛呢是老阿弥陀佛同名，并不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因为以前呢为赞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殊胜功德，不可能讲阿弥陀佛自家赞叹自家，要翻身来论应当是按理的用我们的世间法翻身来论，不可能讲阿弥陀佛呢自家来赞叹爱自家也没落网外卖瓜说瓜甜没说爱卖瓜爱瓜最甜诸佛菩萨应当没按你的反省的情况，那么因此这个无量寿佛呢是西遍的同名佛，同名的无量寿佛，然后阿弥陀佛同名，他不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永远谈到了未来几万神是一种疑心，说哎呦这既然西遍按多无量寿佛，阿弥陀佛也是无量寿，那我又有无量寿佛，他喊一般来往生的时间你不讲不创吗，到底不是那一种无量寿佛来讲，我不会接到其他世界的所在系统接到别的世界有关系吗，不是按的有意，因为祝福感应透高啊，时候不会检查，你既然是念其他世界的无量寿佛阿弥陀佛，那么你命中是一天来接应该就是其他世界的阿弥陀佛，同样祝福呢不会发生那种个闯入感，不会像我的人间我们要求同名的呀，我还不创人没有这个事情，诸佛菩萨对众生的心相了了分明，你心中所念的佛众人同名同号，所念的那一尊佛诸佛清清楚楚，因为佛有他心通，明明白白地的众生你现在心中所念的是那一尊佛，不会是不错回家，不是有利，不过
穷人喜唔唱也无妨啊，同样是富贵嘛，一样是富贵守财啊。家庭讲有按那个情形也无妨啊，因为同样是都富贵。不过一天没有按那个事情，不是按你有你。我按你念阿弥陀佛的无量寿，当然往生呢，提到世界的无量寿佛来讲，不会发生两种的错误。我的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呢，就拿阿弥陀佛同名。实际上，每一尊佛神丘佛告。同样都是无量寿，没有一尊佛没无量寿的，要发生报身讲，该该都是无量寿。听一尊无量相佛，相啊是佛的相好庄严，就是三十一相八十种好，也是要因化神佛讲，因神啊将是假佛的因神创六金身，有三十一相八十种好。现在两位讲无量相呢，要报神讲，报神，所以去到世界的阿弥陀佛呢，有八万四千相，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一个好有八万四千光明，这就是显示佛的相好啊，无穷无尽，所以称为无量相佛。要报神论，阿弥陀佛的相好庄严，无穷无尽，无量无边。那西方南欧也有一尊佛，相好庄严无量无边的佛，所以叫这个相好庄严的名，叫做无量相佛。第三尊无量同佛，同啊，也就是老国人相差千年啊，你讲下讲同凡，国人唔系读同，床啊。因此呢，一个同啊，我哋平常是讲太天堂供佛的同凡啊。实际上同完同，凡完凡，有分别。现在台湾一般的寺庙哈，佛天上挂的庄严的凡呐、啊，只有凡莫同啊，同啊是清雕在清国的时候才圆形的黑色长长啊呢，长长一同圆圆下来，就像那啊呢圆形的啊，圆形的呢圆圆的布啊顶顶着呢哈。有修炼的各种的，比方说的八相神托啦，或者种种的庄严啦，一个修种种的法样啊，做个这个部位行啊呢。那么清后的部位去做做啊呢，眼睛的当不是硬是的啊，眼睛的挂在清国的所在，因为故事啊，往往是按那个情形，一个铜的中间啊，有胶的，中间有胶的，那胶的行呢，因为给它水下来看几床。那么这个烧给处理下来啊，下面上就掉一个凡，下面上掉一个凡，同下面掉凡，所以因此你们讲同凡会联系来讲，同凡呢实际上上面一团是圆形的同，中间掉好了一个凡，所以凡会痛啊，风吹会痛，眼睛就是一些空气，比如我两个中间，然后你像那广场的中间，比如两中间的两旁啊呢。那掉的那时间东西南北都通风啊，风一吹就会通。现在我的普通一般腔调反没通啊，有靠边边边啊，那有通并反呢靠边不得，因为眼睛的呀，眼睛那边边哦掉不得，所以必定是在孔位上，孔位上掉。大家的呢六祖慧能太师啊，从其在王梅得法以后啊，转到一个故乡啊两男啊，都刚出个所在啊，当时那个啊那风痛反痛心痛的话啊，跟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反啊掉在桶上，反掉在桶的中间上，所以因为在空地上掉的呢，风一吹就会痛，会挺痛啦。比如我现在啊，你太天上掉个桶个反呢，靠边边边，啊你吹不必啊不一定会痛，不容易吹痛啦。啊，你在空地上吊哎，以前是吊青果，上面有桶，下面有帆，按你吊的呢，风吊吊的风一吹就通了，就挺通了。所以因此有两个出感应这个争论讲，一啥讲风痛，一啥讲帆痛。而六祖太师看到讲两啥这个争论啊，两啥讲的都不对，不是风痛，不是帆痛，寒杂心痛啊。刚才咱们经过多时的，是到一个当时的法师的法师嘛。你得讲哦，也唔系平常人，晓得讲那个话，那必定是非常高嘅境界嘅人。咱你得讲系六祖，那么佢就是眼睛呢，一个烦啊，吊在桶上，在空地嘅时候才，东西南北风一吹来都会挺痛，所以咱们风痛、烦痛有按那个情况。
家庭不了解这个情形，看来你现在在太天上像吊环磨通，这朋友们才一通呢，不容易才通，不容易发生那种情况。所以个启发玉珠开个说出这个发给人言呢，就是因为这个同中间挂环，四面同风，风一吹就会停通，小小的风吹就会停通了，所以咱们引起这个风通反通的话。现在这个铜是个用途啊，铜渣果显意雕青果啊，有没有一个铜是雕青果，是不是果显意拿铜来避防佛法殊胜啊，无量铜啊，就是讲即果显法铜啊，即出在世间上弘扬佛法，这个法铜果显，那么说出无量无边的法门利益众生，所以为是无量同佛，要给说法殊胜，至于果显，说无量法门利益众生，所以称为无量同佛。也是第三种，第四太广佛，第五太敏佛，音义相同啊，都是说佛的广敏殊胜。广是指佛的上广放广，敏是广的作用，放出的广必定就有敏。所以广敏是两点的，太广要广的体广，现出个广相啊，有体现象的广相论，为是太广，无论是放广爽广，佛个广敏殊胜啊，主边是仿成为太。太敏是广敏的现出个相啊，广相中现出个殊胜的功用。广中所现的种种的照破众生的无明是按个功用，所以是太明啊，在无明创业之中有佛光来照啊，就得到太光明，能够破除天人的黑暗，所以是太明佛。第六尊报相佛，因缘要佛个相合庄严的果德论啊，佛个相合庄严，这个殊胜比世间的宝物呢，更为殊胜千万亿匹，因此叫做宝相佛。千光佛，无明贪嗔，烦恼受尽，就为之千。所以神求佛果啊，五处究竟，逆袭圆满啊。那么功德究竟圆满，所谓万德庄严，最为殊胜。七真那个法身离体光明啊，光明若法身光。才真法身离体，强要报身功，烦恼贪嗔才真究竟一个报身的功德啊，无量庄严，至为清净，所以是强广佛，强广要佛个法身报身来建立这个名号。那是第几尊？西方世界有无量世界，当然有无量诸佛，现在只是列出几尊来，不能详细一个一个列出来。以师等，以师之法此，指上面的无量殊佛，一直都千光佛的七种佛。等者等于其他西方世界还有无量无边的佛呢，莫一列名出来，用一个等式包含。有几多呢？恒河沙数很多，像印度的恒河，恒河上有沙的青色，恒河形有那切切河，凡成中国法恒切切。凡是中国法按照天堂来表示这个来年清国啦，因为这个水年呢从太雪山上下来，所以从天堂上流下来中央，所以不是天堂来河，就表示这个来年国，所以我们中国有黄河，黄河的来年也清国，所以古人有时讲准不见黄河直水天上来，意义中央啊，黄河直水天上来，实际上是表示给来处去过了，没真正对天上留下来。那么印度的恒河成为天堂来河，意思也是同样，表示给来年去过就成为恒河。河中的沙是青色，一粒沙呀，家庭拿来算作一尊佛。恒河的沙是无穷无尽，一粒沙一尊佛，你是算算西方世界有几多佛？像恒河的沙子一粒沙算作一尊佛，像个很多的数目是侵略的西方无量无数的祖佛，读出这边各异奇观，出光常实相，蝙蝠三千太前世界，十旬十年
摩耶准佛各个采集自家的本观，也就是采采集自家所突发的三千大千世界的本观内，除了刚从色相，色相刚从药师刚，可以把这个色境呐变主变归复其所高发的国土三千大千世界。药理刚就是假的法印主变其所高发的国土的众生，人人都能谈到佛所说的法印。都能了了分明，为是刚从色相。主变归复的三千大千世界，第一就是可以用思想讲这个设定啊，可以归复三千大千世界。第二用这个意义讲啊，就是这个法印主变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上次讲的不必再讲，就是三次年前修天中千大千。三四年前，所以称为三千太前，没三千个太前世界。清吉所高发的一个太前国土子呢，说了吉吉真是个言辞，神就真神啊，神仙的意思，是就是实实在在了，讲真是个法，佛所讲的法都是实在的法，所以金刚经有讲话，一来是真尼者，实尼者，异尼者，不空尼者，不异尼者，显示佛的法决定是真实。没提没讲有一点点个啊不是个蔬菜，所谓是神识之眼。一方面那个神识眼呢，也是佛个七代比心嘛，牵头众生一听了存心了个念佛法门的意思。你等众生当心是存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经，俩就是西方世界每一尊佛所说牵头的观那个众生的法，讲你呀都一切众生啊。应当的诚心念阿弥陀佛的诚不可以行事，不可以求你的殊胜功德，诚仰赞叹两种意义。一种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正确的说阿弥陀经，诚仰赞叹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功德。那一种的意义可能释放诸佛同时啊也这个说阿弥陀佛的请向的殊胜功德，所以讲存在不可思议功德。不可思议功德就是指阿弥陀佛的倾向庄严的一真一报，非常的殊胜，殊胜到不可以形式，不可以求你用形象不出来，用言辞表达不出来，按殊胜的经验，所以不可思议功德。功是功能，德是德用啊。真才错言为之功，神修了该过得就是不是得啊，得扎得牙已经神修啊，得多了种个殊胜功用或者功德。讲第二一部阿弥陀经啊，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护念的经典，所以为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经是第二一部经，为十方诸佛所护念。一切诸佛所护念经的意义后面有解释，所以第三段呢、啊，天心的第三段就是真实经体意义，在后面六方说完以后，俩就是西方世界无量诸佛了赞叹了个念佛法门啊。下面是第四段，北方有无量世界，就是俺里的地球被骗啊，一样有无量世界无量诸佛，就该说了个赞叹了个净土法门。所以佛对沙利弗讲，沙利弗，北方世界有严谨佛、最胜严佛、南祖佛、日神佛、妙明佛。北方的世界有无量祖佛，两位列出五尊佛来。第一严谨佛呢，老前面南方的太严谨佛的意义重要。谨是俺的研究两只谨格，两只谨头。两个剑啊，剑能恶胆的意思，剑头能恶胆嘛，能开啊。比如我讲土话讲，用剑头开东西啊、哦，用那剑头开东西，开嘛的意思呢，表示佛呐恶胆突发众生的重担，佛恶胆突发众生的重担，所以是剑，剑是光明啊，光明表示那个两只剑头的表示那个前世意志。富有前世意志，也就是根本之后的智啊，识之为本有的所证的智慧为止啊，识之就是根本智，前智
突发众生的前靠方便的智慧为之前智，这就是后得智，突发众生的前靠方便，富有那个前身意志，所以能够善能说法嘛，来突发一切众生改当而随顺众生讲的话，就随他意义；应当而随佛的心体流出的话，就随此意义。非常两行批下批了，随此他意义。所以有这个前身意志啊，前靠方便善人说法，做突发众生的说法思量，所以不是让见表示佛偶然突发众生的重担。方出前身意志的光明来说法突发众生，不是阳间连老前面的太阳间阴一空降，后面还有一位太阳间佛，也都是同名佛了，不过也没空的方位，前面的太阳间是南方，两个阳间在北方。最甚淫佛，佛该法淫最为殊胜啊，一切个淫商都没办法和他去比，为之最为殊胜。覆盖淫商啊，无论是有几个淫运上跳啊，以及所说的法义，都是最为殊胜，使人堂道啊神欢喜心，最大罕度神欢喜心。所谓世界是谈欢喜业啊，能使众生神善美恶，就是为人是谈神善业啊，对此是谈美恶业。善尽成果的众生，唐道佛法能叫业离，勤证诸法的离体，体也是谈业离业啊。以太子陀罗那个四世谈呢、啊，显示佛的法缘殊胜，所以能够利益啊成千尽心的一切众生，所以这个法缘最为殊胜。成为最胜言佛，要给个说法个法言讲，所以为止你个名字叫做最胜言佛。第三难足佛，足啊坏的意思，坏破坏的意思呢，足就是破坏的意思，难足就不会破坏，没可能破坏的。那个东西不会破坏呢，佛勤证诸法的离体，才真法身啊，所谓金刚不坏身啊，就是法身，法身离体之为坚固啊，世间任何一切法都不能伤害及不能破坏。莫讲佛的法身不能破坏，就是波身因法身也不能受到破坏。所以提婆他多才那个旗下扩散个三等行凡胎上头来伤害佛啊，不但是不能伤害，也有这个金刚的是一把这个石头从空中就得打碎啊，就是因法神佛上下不能做到破坏，何况波神法神呢？所以佛勤证三神的离体啊，那么不会因不那个任何的境界所破坏，所以不是难足佛要以勤证法神的金刚不坏神以及不通告建立这个名号，所谓是难足佛。提醒你神佛你要加比一的名，你那里讲土法讲你头了，你头出太阳啊，你头太阳早晨头从东边出来，不是你神，你头一出来呢，世间得到光明，太体得到光明，那暗部是个黑暗嘛，全部都消除了，所以从你头出样的太体得到光明，得到受用。那么佛出现世间呢，请从日头出中央啊，佛的慧日一出现世间，照破众生的无明长夜的黑暗，所以从日头出中央，我们日神佛啊，佛的智慧能破众生的无明黑暗，所以从日头出家里的比方啊，来建立佛的名号，我们日神佛。听准妙明佛，妙啊天上第一世天王陀利天的第一世天王有薄妙，世界初三天的太凡天王也有薄妙，这个薄妙是一种装饰品，非常的庄严。跟妙的中间呢，每一个妙哈，跟妙的妙是色仙的组织起来吧，跟色仙的组织的中间呢，跟每一个节的时候才就一点薄足，跟薄足的光明清殊胜啊，光光相照无穷无尽，
法眼镜啊，就拿了个波妙法眼镜，也是拿了个波妙啊，就显示佛的法门无穷无尽的意思。现在的这个妙明佛呢，像这个天上的波妙啊，有殊胜的光明，无量波妙，无量光明啊，普照十方世界，破除众生的烦恼，所以是妙明佛。若佛神就佛果，光明殊胜，千光万透啊，破除众生的烦恼是暗，所以是妙明佛。意思指上面的眼见佛，即是都妙明佛、五尊佛，等差等于其他摩列名出来的别方式的无量诸佛。有一道呢，恒河沙数安多的诸佛，在别方啊，各以其国各各个世界的本国上，除了广场设想，主编归附给三千太前世界，说了最神是个言辞讲，你等众生当心事，成赞不过是你功德，一切诸佛所佛念经，也给脱离了前面中央，上回也讲过，头都也有讲的，所以不必再重复了，意义相同啊。每尊佛都在一个本观，说无量无边的法音嘛，劝导众生要诚心念佛法门。也就是提起北方下面听下方沙利佛，下方世界有十字佛、明文佛、明光佛、塔摩佛、法通佛、持法佛、意识等恒河沙数诸佛。下方就是我们在地球说大概也在地球下去，往下面一直下去啊，有无穷无尽的虚空，虚空中仍然有无量无边的世界，所以下方也有无量虚空、无量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在那边说法，所以下方世界呢也有真多佛。现在要列出六尊佛来，十字佛也是一种比喻啊，佛说法那十字教啊，十字啊，十也为万处之王。啊，十字一教啊，万处相藏啊！因为佛说法非常殊胜，能够破除众生的烦恼，又能降伏邪魔外道，所以佛说法由于十字教，所以加十字教啊，来比喻佛说法能够破除魔外的意思，也是一种比喻啊。也在十呢，本来是十种的十。老的思想的思啊，通过思维的思呢，可以通用了啊。呀，那个十字的思啊，就拿了家用做通过的思想的思中央，就是佛说法像那个思维出界出上教，幸福那个一切出类啊。那么佛说法幸福一切外套下摩啊，能够破除众生的烦恼，所以请将十字教中央。所以拿来十字叫做比方，我那十字佛加比喻的名，佛说法的法错叫那十字错啊。第二个十字可以拿来做通过的十的做套用通用，他下十张的十就没下旧照片的十了，该就会把这个个师傅看作那个石头的石啊，那变通过了。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传真：03989-8787，03989-8787。如何接受灌顶？发了密宗的菩提心并接受灌顶之后，就是进入了密法之门。密宗菩提心与显宗菩提心的差别在于，显宗的菩提心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修学显宗法门，之后经历三个无数大劫以后才能够成佛。密宗的菩提心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修学密宗法门，一定要即身成佛。即使不能即身成佛，也要在中阴身的时候成佛。如果中阴身还不能成佛，就发愿下一世成佛。密宗续部也讲过，保持清净密乘戒的密法修行人，最晚会在7世之内成就。在密宗菩提心的基础上，接受第一次灌顶，就正式成为密乘修行人了。所以，对每一个想要修密法的人来说，灌顶都是很重要的。没有灌过顶的人，根本不允许听闻和修学密法。密宗的第一步是灌顶，想修密法，首先必须灌顶。灌顶的过程同时也是受密乘戒的仪轨，在灌顶之后必须学习密乘14条根本戒或当次灌顶相应的密乘戒，并保持誓言清净。学佛不一定要学密宗，假如自己选择的是汉传佛教的净土宗、禅宗等等，就不需要灌顶，
也没有犯密乘戒的危险了。但如果准备学密法，了解一些灌顶的常识就是必不可少的。灌顶的含义有两种，是灌输，本身佛性并不需要外界的灌输，因为原本存在。但从表面上看，通过灌顶还是灌输了一种力量，从而启动了如来藏本性，是摧毁、断除、破除、摧毁我们的贪、嗔、痴等障碍。灌顶的作用，启动佛性，密法所讲的机、道、果三者当中的机，是每个众生自身先天具备的。从密宗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贪、嗔、痴、慢、疑、五毒、烦恼的本体，就是五方佛的五种智慧。五方佛或五种智慧本身存在于我们的本性当中，在我们还没有学佛或没有灌顶之前，佛性虽然存在，却对我们不起任何作用。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